集齐各路男神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，昨天又开发了新福利，关伯君放送了你的唐朝男友套餐，让机智完美男友赵又廷、暖心体贴男友林更新，还有霸道傲娇男友冯绍峰联手发糖说情话，就连小八哥听了都觉得酥断腿。最近大理寺诸事繁忙，但今晚的时间一定只属于你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得在我的身边，好让我保护你啊。涂点这个药膏能够安神，得让你好好睡上一觉，这样的话你才有精力陪我。你们的体贴暖心男友小新，不仅能让万千少女小鹿乱撞，就连小朋友也抵挡不住他的魅力。他昨天还和王彦霖在三亚被网友偶遇一起逗娃，小宝宝跟小新叔叔的互动画面不要太有爱，谁能想到多年后的宇文玥和宇文怀居然会在一起哄娃呢？这样的楚乔传续集你们满意吗？喜欢逛街的小伙伴最近一定要擦亮眼睛，因为你的爱豆很有可能会突然从天而降落到你怀里。比如昨天在长沙某商场，就有人活捉了一枚举着牌子求抱抱的王一博，摘下头套时，这枚内向不爱还一脸弱小无助加羞涩的被路人围观。更搞笑的是，许多粉丝与爱豆擦肩而过，还毫不知情地吐槽了一番，实名心疼这些错过爱豆抱抱的同学们。其实王一博空降商场求抱抱，是在为《天天向上》团综进行外景拍摄。昨天还有路人在世界之窗偶遇他和天天兄弟一起坐游览车，真是全世界都在偶遇王一博的节奏啊！希望下次小哥哥空降前能给个预兆，这样粉丝们就不会再次完美错过了。